诸佛正法，重重尊，直至菩提，我归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重重尊，直至菩提，我归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重重尊。 直至菩提，我归依。我以所行十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他我们慢慢开始在从今天往后开始，这个科半讲的呃入菩萨行论，它开始会跟四部中艺有很多的关关联。所以我们是不是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还没有上入菩萨行论之前，我们大概有介绍一点点的四部中艺。 它很重要是什么？是如果在这个智慧品真的要有一点点的了解的话呢？如果对佛教的四不宗义没有一点了解的话呢？这块会有一点点的辛苦，会有一点点辛苦，或者不知道或者说为什么，啊、呃？前面人会有什么？可是我尽量的，我说我们会尽量的在做复习，在做解释。可是他这边你看他后面的科判有些是什么是？哎，中观派特别去遮止为是。 特别去遮止进步中，特别去遮止这些的实事论事的话呢，他这边一,一一一会是不是？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说实事论事是什么？实际上实事论事，他这边的实事论事是一个中义师。我们我们呢、啊，我们都还不还没有资格算到实事论事的这个里面呢、啊。我们只是执着说，呃，万法是第十。 存在，可是没有，不是因为中意嘛，我们是因为无始以来的这种习气来讲，所谓的实事论是是什么？是他因为后天的某些的教义、某一些的中义，而使他执着说这些万法是地时存在的时候呢？这叫我们怎么说？我们叫实事论是。所以这个礼拜开始，我们会开始有一些的看到说，来讲，那实事论是他最大最大的。 到目前为止的辩论是什么？或者他为什么会升起这些诸多的疑惑，乃至到后面我们今天讲的疑惑，他的追根究底的这个点是什么？他把有跟自信有或第十有认为说这是一一件事情，跟什么呢？跟自信无、第十无跟无没有，他把它认为是同样一件事情，他把这两个。 等画等号的时候，所以他说什么呢？他听到说龙树菩萨或者说吉天菩萨在这边所说的“哦，一切法是无地时无自信的时候呢，他的认知是什么？是等于说你说这些法就是不存在了吗？就没有了？也是我们是不是以前有跟大家常常讲过说什么？大家不要看到现在是龙树菩萨，现在大家说哦中观派啊。 或者说这种中观的见解来讲的话呢，在龙树菩萨在世的时候，在讲到这种的空性，讲到无地时的话呢，几乎大致上的人或者很多的人会认为说什么？他说你已经太过了，已经堕入到断灭见了。你知道这个，如果没有任何东西从境上就有的话呢，那就没有了嘛。 我常常不是说，你看我们我们的习性会不会来讲说，你看我们的认知什么是？我们为什么会认为有这样的第十之作？你看我说大家来讲，我们现在都会有，你看我说这个有价值，我是不是就觉得说好像从外在那边有一个东西有价值了？比如说你跟我说什么，你跟我说这个垃圾是值几几十亿的时候呢？哎，我就不会相信说，哎，这个是值几十亿。 可是你刚刚说什么？有一个，因为我最近我才看那个新闻，我我我我也很讶异，是呃印度的那个首富的人，不是不是他娶娶媳妇，他他忽然他老婆带出来一一一串那个祖母绿的项链，他说那个祖母绿项链要台币九点五亿那样子，呃，因为一颗的祖母绿大家都比我的拳头还大，还有三颗，三颗的祖母绿这么大的时候呢？ 有这么大的这个祖母绿，我说大家吓一套，说有有这全世界有有这个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可是你说那个祖母绿是为什么有价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大致上的人，或者我不知道大致上我的话，我们又觉得说那个有价值，我就会自然觉得哦，这个很珍贵啊，很讶异。你看大家我说哦，九点五亿的项链，哦，哦，好像那个真的很有价值。可是往往我们是不是都是认为说好像从镜上面有一个。 价值，你说为什么一个祖母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宝石跟一个一般的石子，为什么石子没有没有没有价值？跟那个祖母绿为什么有价值？实际上来讲的话，是不是从镜上面来讲的话是没有？可是我们往往的概念是什么？是从镜上面，或者从任何的东西都说它那一个地方要有它的作用。这个我刚刚那个价值只是其中的作用的一部分而已。 乃至我们认为说，从他的生、住、灭，乃至刹那刹那,那变化，都会想要说，要从镜上面那边就有一个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所谓的这种的实事认知，他的认知是什么？是有跟第十有或者自性上有自信有，就是什么？就是同意了。而如果你说没有自信， 没有第十呢，等于你说是无了。刚好龙树菩萨是什么？或者吉天菩萨这边说什么？是没妹，没,没我们是有，或者实际存在名言上的有，跟什么跟第十有自信有是不一样的。以及我说第十无，跟无又不是一样了，这是两两回事情，我是有一种一种区分的。 万事万物是我们是程许的，有的，但是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不是？我们你说也不能怪他，因为什么？他很多的辩论是我们认知上。上次我是不是举一个例子来讲？他们说，如果你说一切法是无第实的话呢，那他说什么？是不是下部派的认识？他就问说什么？那为什么说我不能把？ 这边就变成是说堆满的黄金，如果一切法是仅为分别心所安利，或者是没有第十的话呢？那我说这个是变成金子，为什么这个不变成金子？或者这个不变没有，为什么不变没有的时候呢？他就说什么？他们的认知就是说，诶，从镜上这边要有某一种成分嘛，某一种的因素来讲的话呢，那以。 中观应成派以龙树菩萨、以吉天菩萨，他们对中观或者对空性的见解来讲，只要有那一分的在刚刚讲的那一种执着的存在的话呢，好像说一定要从境上，乃至要有什么有一个成分、一个原始的点，要从这个地方就存在的话呢，那都是什么？那都是因为有一个自信存在的执着。 或一个地时存在的执着，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我们讲到好像啊，地时存在的执着或者自信存在之着，往往可能觉得很很遥远，或者还不知道的话。可是实际上，我们的去所看到的、所认知的、所执着的，都是什么呢？都是跟这种地时存在的执着、跟自信存在的执着混在一起的，乃至说什么？是龙树菩萨的说法是什么？是？ 只要还没有获得圣者的国位，还没有到见到之前，我们凡夫所见到的、所看到的、所执着的一切，都什么呢？一切都有一分是错乱的，没有一个心事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不管是分别心也好，非分别心的心事也好，这种根事也好，或者是一种意识也好。 凡夫当中的所有的心思的话呢，都是都有都是错乱的，没有一个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都是对这个来来来错乱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些慢慢慢,慢，我们在后面的话都会在一一一的跟大家来呃碰到的，或者我们讲到这个辩论的时候，我想说我们再慢慢做介绍。当然，当然，如果要细细的去了解，我们在入菩萨行论这边的话，我们都还是只是。 初分的在介绍中观印成派的见解，大家请一定不要，千万不要以说哦，这个好像就是呃中观印成派的见解。我们这边只是一个最初分的对于智慧的，如果要去更为细致的去了解，更详细去了解中观，更详细去了解空性的话呢，我们可以从什么？如果可以的话，最原始当然是什么是般若经。 那这更清楚的去诠释什么？是龙树菩萨的理据六论，理据六论里面是什么？以中观根本会论为主。那中观根本会论的最权威的、最清楚的，可是说让中观的见解可以发扬光大的是什么？是月神菩萨的入中论。入中论自释，啊、呃，明显句论。 哎，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去多去阅读、思维。还有如果是什么跟随着宗大师来所学习的话，我们是不是一般讲说是宗大师对于宗观的五个大著作，我五个大的、哦、个大的,的经典，就是什么？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的，我们讲说什么大圣观嘛？大圣观的这边，以及说什么《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的。 小圣观，以及什么了不了一善说藏论，还有什么就是正理海，就是中观根本会论的词句上面的这个注解，以及什么，以及入中论赛前密义书，而、啊、对于说中观根本会论以及入中论对于什么意思上面的这个这个解释的话呢，这是什么？这是中国部大师对于中观的五本。 最大的以及他的最主要的在诠释中观的见解。那如果有别的机会，大家如果有说什么西藏还有很多祖师大德的话，也可以像什么，像说像龙清八大师的这种著作啊，或者什么，有些人讲说是米庞仁木切的这种著作，大家可以去去来讲的话，如果不是跟随着钟大师有其余的话，那当然有有别的别的经书来讲的。好，那大家是在这做一个。 介绍的话呢，那这次有几个同学有问几个问题，看我我先把它整理了一下来讲。那呃，可能是我上次有一些的口误，或者我们讲很快的时候呢，那我们讲有两个很快的或者很很相似的名词，是不是这样？有一讲说叫“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那“如所有性”到底是是在讲是世俗地还是圣义地呢？跟“尽所有性”到底是在讲呃？ 圣义地还是在讲世俗地呢？我们一般说什么？我们在经书里面所谓的“如所有性”是什么？是在讲圣义地，是在讲空性。如所有性嘛，我们思维意识大概就知道说什么。以后大家如果要比较容易记记住的话，“如”是什么？它的如同它的真实意嘛，它的真实的状况，它的怎如它是如何存在？ 怎么样存在？它的就近义是什么呢？我们讲过叫如所有性，而尽所有性是代表什么呢？在藏文以及中文这边的尽所有的是什么？就是代表说广大的一切，一切的法。所以这边是什么？是不是圣义地的时候，他是在指一个非常的呃专门的或专属的？他就在指说就是空性的这一这一类了。 而净所有性什么是这个广大的嘛？这个空性以外的这所有的法呢，我们叫什么？我们叫世俗地。所以也会叫什么叫做净所有性。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讲到说佛陀的一切片智，或者我们讲说什么一切片智，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名词？我们讲什么叫讲说叫智慧法身。 佛陀的这种的一切片质或者智慧法身，我们会分什么？我们想说什么？就是正德或者通达如所有性的一切片质，跟通达正德尽所有性的一切片质，这就是智慧法身或者一切种质的两种分类。好，这是第一，应该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有同学说，那可惜你上次说。 佛陀是一切片智，他什么？我们说佛陀的一切片智是什么？就是他的心绪的这个智慧嘛。我们在佛陀的刚刚我讲的一切种子也好，智慧法身也好，这就是什么呢？这我们称之为叫说他的一切片智，也是因为佛陀的心绪的这个一切种子，一切片种，我们称之为佛陀本身，我们称他用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叫一切智嘛。 是会把佛陀称为一切智，是因为他他心绪的这个能造作的这个来讲，他比如说我说什么，呃，我们说是不是有说，呃，比如说什么，我说他是厨师，或者他是什么，他是咖啡师，我们现在的这种来讲，是不是一定要说他他他他的能造作嘛？他很会调配咖啡，或很会泡泡咖啡。 所以我才会讲说，因为他的这个动作，他这个能做的东西，所以我是不是把这个人称之为叫说是咖啡师？因为他是会烹饪、会煮，所以我说什么，我就把他称之为叫说是厨师一样。那我为什么会把佛陀称为叫做一切智的这或者一切片智？哦，这个来讲是什么？是因为他心绪的这个。 一切骗制的这个缘故，他这边我们上次就就提到的同学问的问题、就是后面他说，那可是你说，佛的演示或者佛陀的这些根式来讲的话呢，是什么？是他是有了知一切，有一有骗知一切，但不是一切骗制，是不是有讲到这个？我们讲到这个。 为什么我上这个礼拜是不是说我们最主要的原因是讲说什么？因为如果是一切骗质的话呢，我们是透过什么？它是透过修修而得的，修而获得的。那这什么呢？我我这种说法完完全全是什么？我我跟大家讲，我记得以前在别的课，可是在同学来讲的话，我们这种说法是什么？是跟着福生大师的说法而而走的，不是所有的。 人都认知是我跟我一样的，像我说什么，我是不是以前跟大家讲，像在我色拉寺的法友们或者色拉寺的格西们，他們就是什么，他他的用说法是跟我会一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说什么？他们会说佛陀的心事就是都是一切骗子，因为他了知一切了。可是我们。 福之福之大是什么？是说一切骗执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是什么？一定是一个意识。因为什么呢？因为意识才有的去修嘛。你看我我根世是怎么样修？我说我用修行来讲，我根世也没办法修啊。根世是有有是什么？我们常以前在讲经书，它是依着三元它是依着我一个所缘的这个东西跟它的一个因素。 跟心事这三个结合在一起呢，那是不是根是就生在一起？缺一根是不生呐、啊。而意思不是这样子嘛？意思是透过内在的这个修啊，所以我说是这个心事是善，是恶，是不是跟什么跟根是没关系了？哦，我说你看到的东西是好是坏，跟这个是你的善。 跟呃，我们讲心事里面的是善跟恶，是不是？你看到这个没有关系吗？你说或者我说什么？你看我说你说佛陀如果在世，他不会生恶业，可是他不会看到生老病死吗？他不会看到说，比如说哦被偷偷东西吗？而不会被什么有有杀戮吗？等等的话呢？眼视还是看到嘛？这个因缘在佛陀的眼视还是会看到吗？而。 所以，所谓的善恶的心思来讲的话，是用内心而去修持的。所以我说什么，佛陀他的这个演示是什么？他不是善，不是恶，是什么？是无记的。他因为，或者你要说什么，一切骗字不一定是善的。那我们说什么？它是由修而得到的嘛？一切骗子不是说什么？应该是只观双运而得到的话呢？ 只环双运的话，这些都是都是什么？都是意识，都不是根识了。所以粽子是佛陀的这个的演示来讲的话呢，也都是什么呢？也都是所谓的无记的这种的根识。但我为什么说它是骗之一切，但不是一切骗之，刚刚讲一切骗之是什么？是一个很专属的这种的意识修持，而它通达万事万物的法，或者我们说什么一切骗之用。 用更简单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他是以一个心事而去同时证得现证二谛的这样一个善的意思吗？这为什么就叫一切种子嘛？那刚刚讲的佛陀的这个的演是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为什么说他是通达了知一切，但不是一切片治呢？因为 为什么我说我们往往去了，就是说，哎，了知一切或者一切片知，不是只是说会想到说好像是一个东西我了解一个，一个东西了解一个，一个东西了解一个的话呢？那我们一般的人去了解这样子是来讲的话，可是如果是用这样子去了解一切字的话呢，你永远也没有一切字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一切了知一切的法。 所以那时候我我刚开始我不是说我那时候也也很大的怀疑说什么叫做一切字，或者我内心羡慕出一个在想说，他说那我那时候我就说，我记得去跟我们啊、呃、格西啊，或去辩论或者去问的时候，他什么？他说因为你你现在想法就只有想到这样子而已，你要去想到更更宽广的。他说什么？你看，我说有一个人，如果他现在能力有限，为什么能力有限制？ 因为有某个东西在阻挡他嘛，有某个东西阻挡他，他没看，没法看到，所以他能力有限是什么？是它有一个，有个东西在阻挡他。那当如果不管我们是用什么工具，怎么来讲？如果这个被阻挡的这个工具被拿掉的时候呢？那还剩下什么东西去阻碍或者障碍可以去了之或通达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看，我们上个礼拜那时候，我记得他们跟我说什么？如果我说，你看，我看不到大家，是因为我有一个书在这边的时候呢？那当我说我把这个书拿掉的时候，这个东西阻碍的时候呢？那我去看到那个东西是什么？什么有什么东西在阻碍？我没有办法看到超过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在阻碍的？在这边来讲，或者乃至我记得。 呃，有时候我之后我举人家给的举例是吗？你看有些人是不是有白内障？那他是,是把那个白内障那那一细细的那个膜去除掉的时候呢？哦、呃，如果我们现在更好是他用另外一个新的水晶体。可是我知道在在以前在什么在西藏或者在尼泊他没有，他只是有有人去愿意去帮忙,忙。因为我我顺便跟大家开一个呃讲一个故事，他们说呃。 最权威的在开白内障的手术的地方是在哪？他说是在尼泊尔。全世界最权威，为什么？因为他说什么？那个有一个医生，他每一天每一天在开。为什么？因为他说在雪山上面，那个那个太阳照射在雪会伤到眼睛，所以几乎是那他说他根本说到最后他根本是没有时间按照那个水晶，他只是把那个白内障去除掉。很多人什么？就是从那个很多很多人没看到。 忽然就，就看清楚的时候，所以你看他看清楚的是什么？他的根是眼根没有差距是什么？是把那一层的那种阻碍一拿掉的时候，他是不是就看清楚了？一样的时候呢？他说一切种子去通达一切法的这个意意念是什么？或者我们对所知障去除的叫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看到一切法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所知障的这个阻碍。当你把这个所知法。 这的这个阻碍一拿掉的时候呢，没有东西阻碍说可以看到这个这个现实的时候，所以不管是根式也好，意识也好，它都可以通达一切法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根式可以看到一切法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不是他自己的能力提升到到修持他可以看到一切法，而是说什么？是这个人本身。 这个人的能力到没有障碍的时候呢，所以他这个工具也说，也是到了可以通达一切的法，但他不是一切片子，一切片子这一个名词或者在指是什么？是透由修辞他自己本身的能力透由这个不断的进化，不断的进化到他什么？他可以去通达，透由他的这个修辞，他去通达了一切的法，而眼是。 佛陀的演示可以通，像我们一般，或者像我这样子，我说我的演示是没有办法通达到声音啊，或我的演示是没有办法了解到说什么空性的等等。那佛陀跟我们的演示的差别是什么？演示上面它是没有差别吗？演示上也是什么依着设法、啊、依着眼根升起来的心事，刹那刹那变化一样。 可是什么？那个我为什么看不到？是我有他的阻碍，我有他的限制吗？佛陀是什么？是他本身，他心绪上这个限制去除掉的时候呢？不管他是用眼视也好，耳视也好，鼻视、舌视，可以通达一切法的，什么是没有东西在阻碍？阻碍这个来讲，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次讲说，种子是佛陀的根是。眼视，它可以了之。 正得一切的法，但是什么？他不是一切片子他没有这个能力来讲。那、哎、第三个同学有问说：那佛陀的一切片子他是不是通达三十？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说，是。可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了通达是什么的话呢？这就是我们常在经书讲说什么：未来现在是未定的嘛？你说。 如果是定的话呢，那就不是因缘而生起了。所以这个来讲的话，你看我们上次上次老师是不是也有提出他的一个说法，跟大家来讲说什么？你看我们为什么在六通，就是六种神通当中，它有一个什么？它有一个意念过往的神通，他没有说。 一个是了知未来的神通，他那什么呢？那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以前世跟后世二者来讲的话呢，前世什么？要了解前世不难的、啊，比较不难。前世什么是？前世对于我们凡夫来讲的话，什么是？还是现前分，它不是隐蔽分的。要去现证前后前世来讲的话呢？ 他不用推理的，他是可以用初次的凡夫，初次的去了解，他就可以说什么，他就可以用限量去了解了。可是后世是没有办法的，后世去初次了解的话，他一定是什么？他是用正因很多什么正音，因为用说什么？因为知道说有一个前世到今生，用限量可以去了解的话呢？ 那同样是依着因缘而生的话呢？那我今世的因缘为什么不会去后世呢？是不是用这样子推理而推出来的？所以我们说佛陀虽然是可以受记啊、哦，你在某一个人你未来成佛有什么来讲的话，或者什么或未来如果什么来讲，这不是一定的。他不跟他同学问说，是佛陀了解过去、现在、未来是一样的了解方法。 那一样是用限量去了解，可是不一样的是什么是过去跟现在是已经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去了解的，到未来的话，只是说什么因缘是这样子具备的话呢，它是可能去产生的，开忍去产生。我们以前是不是说什么？大家还记得我说什么？我们说，那你说，如果是善。 如果是恶，一定就会生出乐吗？一定就会生出苦的话，我们说什么？这我们谁都说不来。不要说是别的人，连佛陀都没办法说出来说这个为我们的善业一定能生出乐，佛陀也也也说不，也没办法说的。这个恶一定能生出苦，会一定会生出苦，也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是任何一个恶，都可能什么呢？这个人在未来他要有忏悔。 退后势力上也,也可以散掉的。那任何人所做的善，他后什么呢？他后因为下一刹那的嗔恨所做的恶业，把往昔所做的善业全部烧毁，也有这样子。所以这一刹那是善，这一刹那是恶。你说他未来可能会升起，或者如果情况没有变，或者我们所谓的定业，哎，会不会生出善？会不会生出恶？我说可能会。 有这个能力会生出，如果因缘不变，他这些都会在讲。可是明明这中间就有因缘变了，是,是我们常常看到说以前的这种的往昔的公案，是不是说？哎，这个人或者我们在《地藏经》，是不是《地藏本愿经》里面的第一品，不是就有说什么前世为地藏菩萨为孝女，去请求的时候看到的母亲说，因为常常是起邪见。 呃，谤三法三宝或者欺骗三宝，而说什么呢？他在无量阿僧奇劫当中，这什么都生在地狱，忽然有身之为，在这个门户当中的呃仆人的子弟，他们仆人子弟一生下来过了三天就会就有出生，说什么？他说：“你一定要救我、啊，因为什么？我最多如果来讲的话，我最多就回到活到十三岁。” 当我活到十三岁之后呢，我又要再次回到，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因为可能中间你你帮我累积的善业的时候呢，那你要来讲是不是？看到这样子之后呢，佛佛陀给予地藏那一世的地藏菩萨的前世说什么？那你要赶快的去祈求。 宋基为他而做的时候呢，那他什么？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他可以说什么？还可以变变嘛，他不惜一定要说，要按照业力说，他往生的那时候是什么？是从十三岁他就活过了十三岁，或者说乃至本来下一辈子要堕入到三恶道的话，他可以把这个能力都忏悔掉，都有这样子的。所以重视，纵使你说这个人依着这个业力，依着这个能力，他本身是本来应该是什么得到什么受用？ 本来应该要什么来讲的话呢？这个中间有什么来产生，都可能会影响到说这个来讲升起，所以不一定的。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入菩萨行论》还要讲到什么？是我们在前面讲到忍辱品的时候，是我们讲到了嗔恨的过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不要说是我们凡夫哦，重点是什么？是下阶位的菩萨对上阶位的菩萨升起嗔恨的。 每一刹那，是不是说什么？他是一节的时间延后到他获得。本来这个菩萨，这个下阶位的菩菩萨，本来是说什么？可以在快速的获得成就，或者快速可以升起更高层的。正量来讲，因为什么？他对更高层的、更高阶位的菩萨升起的时候呢？升起嗔恨的每一刹那。 都说都对一节的对他要升起善业或者升起这个正量，是不是都都延后？大家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在这边有做做这个介绍来讲，是不是这个来讲？所以对于未来佛陀，虽然他挣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乃至未来的个三十来讲来讲，那现在来讲的话呢，跟过去我们说挣得都都用限量就可以挣得，可是对于。 未来来讲的话呢，他没有办法说像这样子的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说未来是不定的嘛。纵使是定业，都不是未定的。为什么？因为中间的话，第二刹那有没有阻碍、有没有障碍产生，我们是什么都是未知数。唯有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常常引用的适量论那一句话是什么？唯有是直接因的时候呢，是什么？ 再大的力量，再大的因素都没有办法去阻止了。如果在直接因了已经果报已经是下一刹那就要产生的时候呢，佛陀来也阻止不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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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力了。不管是善也好，恶的也好，是这个直接因来临的时候呢，这果就一定会产生了。除了这个以外，不管是善还是恶。 都还可以有有有机会来来忏掉也好，或者说有有机会可能会把它浪费掉也好，都有可能的。所以未在以通达未来的时候呢，佛陀是不是只能说什么？哎，是在给你说，哎，这个因缘成熟到这个可以产生，可是他不会说一定会产生，这个连佛陀也都没有办法说的。 说的来来讲的，所所以通达三十是不太不太一样的。好，那我们是在上次这个几个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准备要回去上次，我们上次是不是讲到了说，在一道辩论的这个地方，我们讲到哪里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讲到了是第九品的智慧品这边，我们说应该说什么？呃，以二同许欲为我不生产嘛？我们是不是讲到这边？这是什么？ 是佛陀对以上的有两者的辩论，我不要说佛陀，对不起，是佛教徒对以上有两者的辩论，是那一般来讲的是什么呢？是往往我们想说什么下部派，我们不仅仅是非佛教徒，非佛教徒更不用说，我是说什么？是连中观。 派以下的这一些的自宗的佛教族的宗派都会提出这个疑惑，他会提出什么？两者最大的疑惑是什么？说什么？他说：“你以上你们中观派所说的一切法是无自性的，你们说出要依着这个而去修持，以正理来讲的话呢，是什么呢？是完全不符合正理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啊。” 你没有任何原因可以证明说一切法是无自性的，你这个无自性的这道理是没有理由的，没有正理而去证明的，这是第一个辩论。而第二个辩论是什么？是如果没有自信的话呢，则为了成佛，你以上说要发起菩提心，要去修六度万恨，是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吗？完全是没有意义了吗？是不是这个疑惑就我刚刚讲了嘛？ 他说：“第一个，你没有办法承认无自性是什么？你是没有原因啊，没有理由，没有真理的。第二个是什么？如果你说出无自性的话，你跟世间上的东西都都相违背了嘛？因为为什么？是不是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出来他的辩论是什么？是因为他的认知是什么？如果是无自性的话呢，就是没有了。因为你如果说万法是没有，当然你是没有原因可以证明说。” 万法是没有啊，以及第二，你说如果是没有的话呢，那你变成说什么？为了要成佛的缘故而要去修持菩提心，修持六度，是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所以这是下部派也好，或者讲是不是我我上次跟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讲？你看我们讲说，很多人是不是对于心经？ 对于我们《金刚经》、对于《波尔经》的说法都，都不是了，说法都有点错误。你看他什么？哎，你不要那么在意啊。或者你放下，为什么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你不用那么在意的，是不是？他引用这个来来去做的时候，而这个来讲的话呢，他的意思是什么？是好像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你不用那么在意的。那如果我常常问说什么？那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呢？ 没有无言耳鼻舌说，那你现在在说什么？你不是也刚刚给我引用说无色声香味触吗？那你也没有这个声音啊，你说这个话也不存在啦。等等这些来来讲的时候呢，所以什么？这是错误的理解嘛？对于说什么这种心经也好，金刚经里也也好，或者这经里面所说的无言无无的这个概念来讲，是错误的。 可是，你看，往往的人的想法是不是说，哎，对这边讲无无无，无就是认为说什么是把无自信跟没有化为等号了，跟有跟自信有化为等号来来讲的话呢？这个我们，所以我们最终作为两者的回答了。这个回答说什么呢？以儿童许欲为果不生茶。以儿童许欲是什么？是第一个。 回答第一个问题，说什么？你说我没有正音，没有正理是什么？你错误了。我们中观派，我们自中是什么呢？是以我们以二是什么？以我们两者，以你们下部派跟我们中观是二者，我们共同承许的什么呢？用那种什么假有的，或者说什么为这种。 不是第十的假有的例子，我们去承办，我们什么用那种幻化，用什么用那种扬燕梦回音等等这例子来讲话呢？我用什么？我用这些喻来举解释，或者说什么？我们常常举的例子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在学中观的第一个例子或者空性的第一个例？它是不是就什么以苗为例？ 是无自信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缘起的缘故。例如说什么？例如说，镜子当中的脸的这个影子，是不是？是不是就是用世间上共同程许是假的，或者是不是那么地址？为什么？你看，这个，我们是不是世间共同程许的例子来讲说什么？或者我们不要用脸当中的影子，或者大家常常可能会跟我一样。 大家如果是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或者我昨天还听到一个人说什么，因为我我我我相信啊，我说我我最近有那些呃年轻的小朋友刚去当兵啊，因为他说什么，他刚刚开感觉不怕，可是说什么，因为在军营当中听到学长一直在讲鬼故事。 每次听到就是觉得说，他就开始说什么。我从那边开始听到什么，有人拿拿链子在那边那个在在拖啊，或者我在那边看影子在动啊，或者在那边什么。我这样说，你我,我不好意思说，哎，我说那是你是什么？那就是这样假有的这个东西，本来本来就什么这风吹在那边，可能会这样呼呼呼呼那那吹来吹去，或者说什么哪边地方没有关好，或者哪是什么。 本来是什么影子上面被被投射在来讲，可是什么？因为自己里面的内心的恐惧，因为这种听到的这个故事，他开始有这种来讲，因为他说什么？他、哦、说我我、哦、好像我们军营闹鬼啊，或者什么？或者我们是不是大家如果跟像我们例子一样，是不是来这边常常是什么？哦，在一个人住的时候走来，哎，觉得什么？好像这边有有有人人人在这个黑暗当中啊，或什么有声音啊，或者什么来讲的话呢？ 这往往是什么？哎，再去发现是什么？可能我没把窗户关好，我吗？可是我内心当中把认为说什么？哎，好像这里面是不是有有有小偷啊？有有人呐、啊？或者来等等这个来来这些例子来讲的话呢？是不是我们对于说什么镜子当中的脸影就是这样子？乍看一下会觉得什么？好像有人在那边嘛？ 或者大家可能会被吓到，是不是说？说如果不知道这边有有有镜子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很容易很容易被吓到呢？哦，我记得说什么，我我我我在跟大家就在讲我我们我小时候故事。我不知道我我母亲那时候为什么可能在美国八零年代，可能是呃喜欢我们家的那个客厅啊，那个客厅的墙壁上，她放了那个四面大的那个镜子。 有那个来来讲的时候呢，那我们习惯了，我我就不觉得怎么样，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看到那个镜子都都不会觉得。可是什么，常常有人来来我们家当客人或者当客人，他说我、哦、每个晚上都被吓到，因为什么？走过那个客厅的时候，看到这个有四个四面镜子，里面会有觉得好像有有人在里面的时候，是不是因为那些因素就觉得说好像说什么？我们往往升起来的颠倒的执着会认为说好像是。 哎，这边好像真的是有有脸，或者这边真的是有人，可是我们实际看到说什么是，只要有有认知、有了解，说什么？哎，那不是人，那不是脸，那只是什么？那只是脸影，那是人人影而已嘛。不是说没有，不是说那个东西是没有，是我们所说的假有的，或者无地时，你看大家说的这个例子，我们不是说无地时不存在哦。 无自性不是不存在，它的存在的法则是什么？是就如同像镜子当中的脸影一样，是什么？镜子镜子当中的脸影存在吗？不存在是什么？是镜子当中的脸脸的影子不是脸嘛？是镜子当中的脸影，我把它看成为说是为脸，可是实际上是不是为脸嘛？ 所以我们在讲说假有或者无地时，无自信的的的否定的时候呢，否定的是什么？是否定说连影为影的这一块是被否定，没有在否定说连影是否是存在啊？所以，所以在这边的举的例子来讲，他说我在这边要举自信无自信的例子是什么？就像你看说什么梦中的人，或者我说什么幻化的这个。 这个人，或者我说我们幻化，我常常举的什么？以现在来讲，就是那种魔术嘛。以魔术是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来讲的话，是,不是魔术所有东西都是一种障眼法嘛？应该是没有一个，我说应该应该是我我不敢说呵呵来讲啊，应该是没有一个说百分之百的，因为我不懂魔术魔术嘛，没有一个百分之百是魔术所变化的而产生的嘛。 他只是用用某一层的障眼的东西来把他认为说这样子，或者乃至什么，很多人，我我我我还记得很好笑，我在跟大家讲讲这个故事，什么是小时候很爱看那种那种摔跤啊，我说我我小时候很爱看那个摔跤，那种觉得说那种那种美国啊或者日本这边的摔跤来讲的话，我第一次去让那个印度啊跟或者乃至是那种。 四元的生浪说：“哇，这样摔的好哇，好厉害哦！这样子这样摔来摔去。”我说：“这假的，哎，你不懂啦、啊，那是他们很厉害的，这样摔来摔去啊，那个他是真的。实际上，你看现在，因为什么，在于呃，近十年的话，他们才说什么，他们才开始跟大家说，那都是有套好路线的嘛。以真的来讲的话，他什么以前有很大的机会，说什么不能说出来的。” 这来讲，他是真的。当然，当然，你说有没有一一层的是需要真的？当然有，真的在摔啊，有真的在在在做动作，也需要很很很身体很很健康的时候。我们不是否定他这一层的，是什么？是没有如同他这样子。我说哦，人家说什么？他把头这样子直接撞到地板的话，哇，是不是这样子撞的？一般的凡夫都都已经是脑震荡了，或者乃至可能脖子都已经是折断了。 等等来讲的话呢，是我们认知看到的什么？我们看到就是他被头直接撞到地板，或者被被抛过那个很很很很远，好像很痛的。可是什么？实际上他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这种的，不如同他所显现的而而而有的，就不是说他完全没有嘛？是它有一层存在的，就刚刚讲的。 连脸,脸影，这种摔跤，或者说什么魔术，它有一层是存在的，而只是没有什么没有如同它所变化般的、所障眼般的、所显现般的不存在的话呢？这叫什么？在讲讲无定时无自性的概念。所以，我们我们刚刚一开始是不是说，以中观派来讲，说什么连凡夫他所看到的？ 所接触的一切都是有错乱的一份是什么？他就是把看到的就什么，就像什么，就如同像我们在看魔术，我们在看那一种的连影班的时候，哎，好像看的很真实一样的时候呢，实际存在的是跟连影班、跟魔术班、跟什么、跟刚刚讲的回音的班，哦，这杨艳班是没有像这样子的存在的法则的。所以第一个他说什么？ 以二同许因以什么？以我们两个派别啊，以我们中观派跟你们十四论师的派别，就是十四论师，十四派别是什么？就是你们认为万法是第十有的，万法是自信有的这个派别来讲的话呢，我们用什么？我用共同的欲，共同的我们程许的这个欲，而去证明说，为什么一切法是无第十、无自信的？看。 用什么样的证理呢？就我刚刚讲的，以我们常常讲的苗为例，是无自信的，因为是缘起的缘故。例如说什么？例如说镜子当中的莲影、杨艳，啊、哦，刚刚讲的幻化梦，是不是？这个来讲的话，下部派也认为说这是不真实的嘛？是不是？大家我们不用说下部派，我们自己的的。 的经验就知道是什么。你看有些人，我不管，我现在每次碰到的很多同学说，哦，我梦有什么，好像很、很、很好，很很欢喜来跟我报告也好，或者说什么，哦，我很很害怕梦的那种很奇奇怪怪的梦。我说什么，毕竟是梦嘛，不管是好的梦也好，坏的梦也好，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原因要去执着。他所看到的根本不是真实的嘛。 不是真的存在，这都是来讲，就像什么，我们像梦中，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看到的不是真实的一样。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要用这个例子来证明说，万法是如同这样子的无地时或者无自性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说什么？那你说，为果不生查，为果不生查。什么？是刚刚讲的第二个辩论嘛？如果是无自信的话呢，为了获得。 佛陀的果位，则不需要去发起菩提心，不需要去修六度万恨的话呢？那我们之中说回答是什么？是说什么？为果不生茶，为了佛陀的果位，要不要去发起菩提？要。为了佛陀的果位，需不要修菩萨行？要。看为不生茶是什么？是我不去观察，说他是第十有还是第十五？我是以。 一般的世俗没有生查说他是第十有，而不去检测说他到底是有没有第十存在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以这个角度來说第十有、第十五以这个角度来去观察的话呢，这万法是不是都不存在了？你看，我说为什么我这个我们用一个名词，顺便跟大家讲来讲，你看我说我们在观察。 第十有无的最最好的量是什么？是不是见到的那个根本定？他是专心一致观察的时候呢，在他的所观察里面，是不是说什么没有世俗的法？因为那超出他的范围了嘛？那不是他所观察的范。我我没有在检责世俗的这个东西，不是在于我观察的是第十。 自信有无？如果你要用自信有无去观察的话，这些世俗都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我以前举跟大家举的例子，是不是说什么？你看我在这边举例子，我说，哎，这边是有花，这边是有有东西。可是你说什么？或者我们我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跟大家来讲说，你看我们说吃不吃素？来讲我说大家也不用过度的的的,的执着，但为什么？ 你如果说我完全没有杀生的话，你用显微镜去看的话，是不是在那个草上面，在任何东西上面也是有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我最近我才看到有一个影片，大家来来讲说什么？他说他拍拍那个泡面呐、啊，而、哦、他把那个泡面发现，哇，里面看到那个维生那个小微生物都都都都爬来爬去，爬来爬去，就是什么那种，比如说我们那种什么尘螨呐。 那样，他以前就有人真的有这个辩论。那我们在于说什么？那七面论师他就给一个回答，说什么？他说在给一次数的时候，他说什么吃素的话最好就什么，就是以世间公认的，这就是所谓的不生查嘛。我所谓的吃素是什么？是我不去身为。 观察，大家公认说这个是有生命的。有有来讲，如果你要再再细一步的去检测的话，我说什么？你不要喝水了。呃，你不要吃，你不要去耕田了，你不要做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那科技，越来讲，你看我们喝了任何一边水，你说里面没有微那个那种小小的那一种的呃，我不知道那跟他说微生物吧，微生物那个有来讲的话呢，没有一杯水是没有这样子的、啊。 那所以呢，为就像这个这个例子来讲一样，不生查嘛。我们所谓的吃素是什么？清面论是，他就说什么，就是以以公认的以公来讲说，哎，我不去刻意的去杀生呐、啊。为什么？如果你真的来讲说这样的话，你你你连维护这个身体都没有办法维护，只能说，哎，我是用一般的，这在在哪里？是清面论是的赤然赤然论里面有有有讲的。所以一样，这个为。 为不深查是什么意思？说，哎，我现在是以公认的嘛，以以这样公认来讲的话，你不去观察说它是第十有无来讲的话呢，是,是要发为了要成佛要发起菩提心，要修菩萨道等等要的，而不是去观察说这是第十有无来讲。如果你观察过度的时候呢，你是这个这些都不存在嘛？像我说什么刚刚在见到的。 根本定来讲当中呢，是不是布施也没有了，佛陀也没有了，你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你我布施菩提心佛陀不是他的观察的范围嘛？他观察简责的范围是第十有无的时候呢。同样，我现在不再观察，不去谴责说发起菩提心佛陀的果位布施。不 等等，是不是有地师有无的这个来讲的话呢？为了佛陀的果位，一定要发起菩提心。为了佛陀的果位，一定要修持六度万恨。而是在不检责的嘛。如果你在检责说有没有地师有的这个东西来讲，我说那个根本没有这种地师有的佛陀了。所以以地师有来讲的话呢，根本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色。 身香味处以第十有都没有，可是什么？以一般来讲的话，眼耳鼻舌身意是有的，色身香味处法是有的嘛？是来来讲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至终的最大的回答的时候呢。那这个是什么？要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的回答以及隐约在在表达是什么？是你们下部派认为的说有跟。 自信有是一样的一件事情，跟无跟自信无是一样的事情，是完全的错误。你根本没有了解我这边想要表达的，所要诠释的是什么的。好，那这以上是我们上次，呃，来讲的比较大的辩论，还也比较重要的来去讲的话呢。那后面是说什么的话呢？大家如果回去看，我们已经到第五季了。 就第九品的这边的第五季来讲的话，他说什么呢？这一个集中说什么？是世人见世俗，分别为真实，而非如幻化，故正于邪实。所以说什么呢？来讲的话呢，呃，我们说什么呢？说，呃，世人见世俗，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呢是什么？是中观派，我们中观应成派，中观派。 以及说什么呢？这个世俗有两种解释。这个世俗有有两种解释，一个是什么呢？一般世俗就是一般人，一般的世俗人，一般的这个世俗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是程许一切法为自信有、第十有的这一些的论师，就是有中医师来讲也讲讲世间也好，或者有些人来讲说一般的啦，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呢，来讲说什么呢？ 我们两者都是共同是什么呢？啊，这边来讲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两者应该说什么？世人见世主是什么？是中观派跟世间人、呃、两者共同都是有看到什么？都是有了解到一般的火、一般的你、一般的我来讲的话呢？然而什么呢？所以。 这个前面是世人见世俗是什么呢？是两者中观派跟世间人，两者都有看到一般的这种世俗的。我们我们所谓的世俗是什么？就我刚刚讲的，不去捡什么，不去深深观察。你来讲的，因为我我我觉得我刚刚在思维说，最好的给大家例子就是刚刚那个，我们可以说什么？你用显微镜来讲的刚刚那个例子，你不去细细观察的话呢？ 这些都是我们都都没有没有生命嘛。那你一细去观察，或者或者我们想,想上上上周我跟大家举的例子，是不是说什么？你看，大家不要看我们坐下来看一下，好像很干净。我那时候我们人一多哦，每天早上我都在呃吸地，为什么一吸完的时候呢？每次都有两三桶的灰尘，看起来好像没有灰尘，可是一用强烈的这样就吸的时候呢，满满的灰尘，那这是什么？ 哦，oh, 不去检责、不去观察的时候呢，是干净的；一句检责下去的是,是不可堪的。是,是我我常常有有朋友来讲说什么不要碰就好，一碰我、哦、怎么怎么怎么都是满满是灰尘的，一样的这要什么来去检责的来讲。所以这边来讲是什么是世人见世俗？什么是以世俗的一般的作用来讲的话呢？是什么是这个计数来讲？虽然是指世俗，它代表是什么？是不只是世俗，是中观。 跟世俗的人都是什么？都是以量，都有办法去证明说一般的这个世俗的法。然而什么呢？是分别为第十。然而啊，成许万法是第十有自信有的这个十事论师也好，或者是一般的世间人来讲的话，都会说什么呢？都会分别用以分别心去什么认为它是第十存在的。 以他去分别执着，不仅仅他不不仅仅是停留啊，停留在他世俗的存在，他会进一步说什么？进一步去执着，进一步去认为，这个分别是什么？是认为的意思，认为说它是第十的存在了，因为因为他认为它是它是真实存在的什么什么，而非如幻化嘛。 因为这个世俗一般的世俗的人，我们这边讲承认万法是自信有、地识有的这些的论师，以及世间人来讲的话，什么？因为他认为说万法是地识有、真识有的缘故，是,是就觉得什么？就认为说他不是如幻如化了。因为你如果认为他是如幻如化，就认为他不是了嘛？是不是？我们。 以前跟大家举的例子来讲，是说我们以前来在哪里来讲的话，我们很多人会认为这个什么是以前举的？我说什么？如果很像，就不是嘛。我们是不是常常讲说，很像就不是嘛？你说哦，这个长得好像看到你，我说你不是好像看到那个人，是？你真的就看到我了嘛。那样子，我就在那个时候来讲，这不是很像？因为很像的这个词是什么？代表说虽然像，可是不是嘛？所以当然，如果他认为。 分别是真实是第十的话呢，是不是就什么呢？他就不会认为说它是如幻如化的，所以而非如幻化。所以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它是万法是第十真实，而非如幻如化的。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是因为以上来讲的话呢，他这边就什么？ 故与余邪是，这个余邪是在指谁？是在指说中观中观派嘛？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才会说嗯，不断的提出刚刚以上的这个辩论呢？是不是我们如果做一个，大家以后我们再看《菩提次第广论》后面的大圣观，也就是在这边，啊，一开宗明义就说什么呢？最主要的辩论，或者最主要的。 误会是什么？是因为下部派论师他认为说，如果是要有，就一定要是第四有了，要自自信有了，所以有跟自信有画上等号了。还，如果没有自信有的来讲的话，你就等于说什么？就等于是无了。他画上等号的时候呢，所以他才会提出这个世界辩论嘛。你说如果没有自信有，就没有佛陀了。 你说，如果对不起，如果你说是，对我，我是说，如果自信有才可以成佛。如果你说是自信无的话呢，则什么没有成佛了嘛，没有为了成佛要去布施了嘛。也，你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来说一切法是无自信的。因为什么？因为我的无数的理由是证明说一切法是有自信的嘛？就是不是？刚刚以上的这两个辩论来讲的话，所以这个这个做结论的这边来讲是什么？是？ 世人见世俗，我们什么？我们中观派跟实事论师二者都可以看到世俗的，都可以看到存在的法呢。但是什么呢？但是世俗的人，这个世俗有有两者嘛。我刚刚讲一般的世间人也有，以及说什么承认万法是第十有的这些人来讲的话呢，因为他认为，他认为一切法是真实的缘故，也就不会认为说他是。 如幻如化，他因为他不认，他认为他是真实，因为认为他是不是如幻如化的缘故，所以他当然说，哎、欸，你对于说万法提出来都如幻如化的这一个派别，是不是他就会说有这个疑惑？说你根本不可以说一切法是如幻如化，这才会有这个辩论或者这个来讲的。好，那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来讲的话呢？ 呃，呃，应该来讲的话，这边有有两者的解释，就是贾朝杰大家，或者说大家如果有看这个解释，他会或者前者就是在讲实事论事来讲的话呢，是什么？刚开始他解释是说什么？这个世世间人就是什么一般的世间人呐、啊？可是这个世间人有另外一个解释来讲也好，我不是要说一般的世间人，而是说什么？是因为某一种中意。 某一种原因，某一个理由而执着说万法是自信存在的这样的论思啊，这样的一个一个派别来讲的话，有这样的解释。好，那在这以下的话呢，准备就是我们自终要对以上什么，对以上所提出来的这个辩论，或提出来的这个危害来做。所以这个危害或者辩论什么，大家只要记住什么，就是它的危害辩论什么，就是自信有跟有是一样的。 跟自信无跟无是一样的辩论来讲的话呢，那从这边来讲的话，我们会分三个科判来去做解释，是什么？总的去什么？去破斥经部中的等的这个说法。为什么？为什么先从经部中来讲？因为经部中比较广啊。经部中说什么？是说万法是第十存在的嘛？万法是第十存在来讲的。而第二个这科判什么是？ 那则别别去破此维斯派的说法，为什么？因为维斯派他不是，虽然他不会说万法是无第时，呃，万法是第十存在，但是什么呢？以虽然他不不认为他，他认为他自己的认认为说，我没有说万法是第十存在，可是实际上以中观应成派的看法去看出来的话呢，你嘴巴可以说说你有认为说有无第十，但是你实际上你还是执着了。 一切法是第十存在了，也一样，说什么呢？以中观，不要说是唯斯派，以中观应成派的角度回去看，秩续派的论事他会说什么呢？你嘴巴上可以说你认为说一切法是无第十，以我们的看法来讲的话呢，你嘴巴上虽然是说无第十，实际上你执着的是第十存在了，你只要认为是有。 自信存在呢，你就认为说它是第四存在呢，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中观印证派是说什么？我们上个月在介绍，是不是说什么？中观派跟别的中观印证派跟别的派别都不一样，是什么？你依着别的中医来讲的话呢，根本是不可能证得菩提觉路你根本不可能获得谢脱了。你要获得谢脱，你要成为阿罗汉的话呢？ 除了依着中观派的见解以外，你边都碰不上。那的来讲的话，所以他说，那下部派说的阿罗汉是什么呢？下部派的阿罗汉，我们说什么？就是阿比达摩所说的阿罗汉，而不是实质的阿罗汉啊。来讲，所以我们这两个科判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说，从总的去破斥唯识派，以及别别别别去破斥啊，对不起。 我我刚说，从总的去破斥金部中等的这个派别，以及别别去破斥维斯派，一样的这个科判呢，再来什么？我们再看中科大师在他的入中论上写密书的时候呢，也会用这个这个说法，会说什么总的去破斥那种的呃这种认为万法是地时存在的这种说法，以及后面是别说别破除。 维斯派的这个程序，我们在这个呃这边的呃入菩萨行论也是这样去看的时候呢，这两个派别，看第二个说什么呢？那虽然去破斥了金步中维识，可是什么呢？我们证得空性的这个中观证见呢，是什么呢？不会是没有没有用没有能力？为什么他认为说你你如果好你这样的破斥一切法是第时存在？ 你破除一切法是自信存在的话呢？那你这个了解一切法是无地时无自信的这个心思，一点用处都没有嘛？无地时就没有用处了，一点用处都没有的时候呢？那我们中观中要回答说什么？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虽然认为有是无地时，可是不仅仅是一切法是无地时，了解无地时的这个心思是。 有极大的作用，获得佛陀成佛的心思就是依着这个心思而去成佛了。不是说你说有有第十存在的这个心思来来讲的。好，那在于破次破次，金部中的整这个实事论师的说法来讲的话呢，什么会有两个破次？为什么？一个说什么呢？第一个，金部中等这个实事论师会提出两个疑难或两个问难。 第一个是什么？是你以限量有相违背的这个为的的问难，以及跟你跟经书的相违背的为难。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你我们不要说别的，你不要跟我辩论，或者你不要跟我说一切法是无自信的。你明明用演示就看到说它就是自信存在了，你用演示就看到它是有第十存在。你看嘛，你看到这个东西，这个不是就是第十存在了吗？ 那你跟限量违背，你没有什么好跟我辩论了嘛，你跟限限量就违背的话，这是第一个进步中的的疑惑。跟第二个说什么呢？你跟佛经有相违背了。所以不管你是从，我们说不要用理由，我用限量，因为你看我是不是常跟大家讲，也说我们有再好的理由，再好的理由的话，如果你用限量来去把它这破次的话呢？ 你还说出你那个理由，你这个人就已经不正确了吗？是不是？大家也常听到我们引用尊者来说，是不是尊者就说什么？他为什么认为说对须弥山有保持怀疑吗？这只是四心菩萨等这些主持大德所说的有须弥山呐、啊，有这种说法。因为明明说什么，我不要说别的，须弥山如果存在的话，我们要用限量可以看到。为什么要用限量可以看到呢？我们。 不是他才常说的，说像什么，在巨蛇论他有说两者的，我常常呃引用说什么，在巨蛇论的第三品里面，他说什么太阳跟月亮两者都有自己可以产生光，跟太阳跟月亮离跟我们离我们距离是几乎相一样的，以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为什么会有白天，为什么会有黑夜？是什么？是因为太阳的光照到须弥山，还须弥山的影子。 照到我们世界的时候呢，那就变成黑夜了。还当我们这样子旋转的时候呢，是太阳照过直接到照到我们的地球的时候呢，没有影子的话，那讲那如果有影子的话呢，我可以用限量看到影子。我为什么没办法用限量看到那个山？如果有虚名山的话，影子可以用用限量看到的话呢，那个山怎么为什么看不到呢？以及我们看到说什么？ 他说什么是明明他说什么是他他的说法是什么哦太阳是围绕着我们嘛可是明明是什么我们不是我们是是我们在围绕着太阳而不是太阳在围绕着我们还以什么他说是都是太阳在围绕着星球啊、呃、月亮在围绕着星球啊、哦、明明是我们是是各个都在转各个在转的时候呢有很多什么明明是跟限量。 有相违背的，或者明明跟这个限量来有有有差距的时候呢，如果还固执的说这个来讲的话，什么呢？因为什么？金书来说的话，这已经就是不正当，就是有有有瑕疵了啦。所以第一个来讲的话呢，这个是金部中说什么？你是跟限量有相违背了。跟第二个说什么呢？你跟金书有违背的。那我想说，我把第一个辩论说完，我们今天就先在这边的话。他说什么的话呢？他说。 如果你说一切法是无第时的，如果你说一切法是无自信的话呢？那怎么什么说什么？那不要说别的，色、声、香、味、触等这个五五种境的话，我们说什么？我们都可以用限量去看到、听到、闻到、尝到、感觉到的时候呢？你跟。 限量的东西，你跟我直接可以触碰的东西，你都相违背了吗？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认知是不是刚刚讲嘛？你如果认为是无自信，就变变成是没有了。那明明我又可以看到，我又可以碰到，我又可以闻到，又可以触碰到等等来讲的话呢？那你跟我现实的生活都都相违背啦、啊。所以提出这个疑惑来讲的话呢，那之中会说什么呢？是这个是辩论哦，这个辩论没有根本送。 而回答是这个哥们送是什么？是色等限量镜，共称非质量。那色等限量镜，什么？对你说的很正确，我没有否定这个。色声香味触等这个五者的这个是什么呢？都是限量可以去了解的、正得的感觉到的这个镜。 可是这个来讲的话呢，这只是什么被共称啊，被称许为有的而已，而不是什么呢？而我们对于说什么，在于这个世俗上面嘛，刚刚讲的，它只是在于初分上的，没有去深观察嘛，而是在于没有深观察的情况。这这个来讲，我们在经书上什么，就是为名言称许嘛，为共称的，就是说这个来讲，它是不是这边就讲。 共称嘛，共称是什么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大家共许的嘛。我们是一般的，或者一般来，应该应该来讲，我说这个共称在在经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一般的嘛，从初分的一般的来讲的话呢，就这样来讲，而非质量，非质量是什么？是对于设等的真实的情况啊，设等的真实义啊。 这等的真实的情况来讲的话呢，是什么？是这些量是没有办法成立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这边？大家要记住说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在进部中，他认为什么叫做圣意地？进部中所认为的圣意地是是不是就有作用？有作用，他就叫他的他的就近体系的。所以呢，他会认为说什么？有这个作用啊。 我可以用限量去感受到，他就已经看到了设法等这些东西的这个最终真实的本质，他已经看到了，已经了解到了。而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中观来讲说什么？我们在讲说设等没有第十存在，没有自信存在的是什么呢？是只是说我没有否定叫设法，设法等。 这一些来讲，都是限量可以去了解的进了。可是他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一般世俗出分的。而且来讲，如果你进一步说它是它第一时存在的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或者是它真实的床框框来讲也好，或者它实际的这样子的进来讲的话呢，这些限量根本都没有了解，也没有办法去了解说设法的自信存在的。 这个对他来讲不是不是量，所以他这边来讲说什么是色等限量境共称嘛？这个以上是什么共称的这个设法呢？是我们限量的去可以去了解到了，而什么而非质量什么是没有是以这个限量去真的去通达去了解设等的真实义啊？设等的真实义，设等的自信存在呢？是这些量根本没有办法去。 了解来讲的，为什么呢？会有什么？什么？如果假使啊，假使我说什么？假使，如果设法是自信存在的，以及限量就是看到设法的自信存在的嘛，会有什么问题呢？那设法的自信存在，则成为了是设法的就近义了，就是。 我们刚刚讲嘛，我们的认知是设法的无自信，是设法的就近体系来讲的话，当你如果说设法是自信存在的话呢，那变成设法的自信存在才变成是设法的真实意了，或者它的就近的体系了。那如果是这个来讲的话呢，是说什么？那？ 凡夫一般人也都可以了解了设法的究竟义了，以及为了要去通达，为了要去升起见到来讲的话呢，根本我们都不用努力了。为什么？我我我我我们都都已经了解了空这个这种，不要说空性，就是他的究竟义，我们都了解了，都有了解了。那以及在于说什么？我们以后这个这个这个寄送、这个、是大家。 呃，以后我们会常常引用的是什么？有一在《三摩地王经》里面说什么？他说：“眼及耳及鼻为非为亮。眼耳鼻非为亮这个词的话，我们在后面大家都会引用这一本的《三摩地王经》。眼耳鼻非为亮的意思是什么？是这个经书或这边来讲，不是说眼眼是耳是。 鼻是不是量，而是说什么呢？掩是、耳是、鼻是对于色等的这个就近义啊，等对于它的真实意是不是为量的？它没有这个能力嘛，没有这个来讲。我们在讲说无地时无自信的时候呢，不是在否认这种一般的世俗的，而是在说什么呢？是这些量、这些的现量。 没有办法对于色等的自信存在或色等的这个究竟意识为量，那没有办法成为的。所以这个是至中的第一个回答。这首先对于对于他的第一个回答，就是大家如果要记住的话，这个辩论是什么？是如果有自信成立的话呢，则色等诸法。 是被为限量可以进的话，那你就跟限限量是相违背的话呢？这边的回答是什么？是是呃设等限量镜，共称非质量。看下面的话，我们说否则关不进，将为世间见是什么？是后面的话，它紧接着会有第二个辩论。还有这个第二个辩论，我们下次我们再开始跟大家讲的那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在这边，还有我想说，大家也也知道我说。 因为呃，真的，我第一次在听中观的东西，我也觉得说很多的名词或者很多东西都不好懂。我我不是最后我们下下课，我就跟他讲故事，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要去翻这个东西，我第一次在碰到中观就是什么，人家叫我去翻译。 哦，不要说要去翻译，我连看都看不懂。你叫我去翻译的时候呢，怎么去怎么去翻译？他那时候人家就一直在骂，怎么怎么翻的这个，我说不能怪我啊，我连听都听不懂啊。那怎么来来来来讲的时候呢？所以我就知道那个记得那个那种感觉，想说那我们在这边来讲，在介绍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至少我尽量的会用用，因为你大家大家看到中观，他本来龙树菩萨就是用很多的玉来让他去介绍的时候呢，那因为有些。 龙树菩萨举的玉是两千多年前的玉，大家可能还没有那么了解。那我尽量用现代的玉来，让他慢慢慢慢可以去了解的话呢，那在我们在一次就可以对中观的这个见解有一点点的呃了解，或对至少对空性有一些的那种的认知的话呢，那我们这现在这一次的这个呃入菩萨邪论的最大的目的就在在这个地方，还能慢慢慢慢再去对空性更有一点的了解。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大家请。 合掌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